3月6日是北电艺考复试的日子，当天李兰迪、宋祖儿现身复试现场，只见李兰迪手拿水杯，身穿绿色外套，不时露出甜笑，看起来信心满满哦。而宋祖儿身穿蓝色外套和牛仔裤，很是休闲。今天的她扎着可爱的丸子头，看起来很是干净利落。从照片上看，两人状态很是不错，考试要加油哦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